兰博基尼他来了。以上就是三辆传奇车，还有传奇的 AK117 以及雅力斯的新装。本期视频就带大家看一看即将上线的新玩具。大家好，我是每天加乐克，欢迎观看本期的长篇视频。这些东西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上线，乐克暂时不得而知，但是我知道这个转盘的东西对于爱玩战场模式的人来说真不错，希望不要太贵，不然乐克的梦就啪碎了。先来看一下三款传奇载具，其中两款是双人座的，一款是四人座的。轿跑载具不管有没有皮肤都可以切换到第一人称。接下来分别看一下这三款皮肤实战场景中的样子。传奇皮肤除了在外观、内饰，还有在马达以及喇叭的音效上面做了改变，你喜欢哪一款呢？打在公屏上告诉乐哥。看完了车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传奇的 AK117， 同样有着几种枪身的特效。来看一下消灭特效，消灭对手时，对手会被黑洞吸走，这个特效还是可以的，有点像重力涡流发射器的意思，近瞄也还算可以吧，不算太突出。雅力斯的人物呢，我个人感觉还不错，但是你要拉近了看他的脸的话，密密麻麻的，这个我就不展示了。对于有着三款传奇车、一款传奇57的转盘，你心动了吗？还好有白嫖的200张史密卡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多少欧皇一发入魂呢？好了。